们的好吃啊，昨天那个火柴人逃出教室，嗯，来看左边这个凌空一卷毛，哦，那就是我了呢。那右边这个绿领巾是谁呢？是啥玩意绿领巾？这叫青色青年先锋队员，你懂啥呀？哈，简称青先队员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吧。老师走了，下课了。我要逃出这个教室，你知道吗？逃出这个教室，所以我买了一箱子工具。哇，你瞅一下，遥控器、电锯，哎呀，这啥玩意啊？长得跟个杰德似的呢。真的，只是色不一样。那个锤子。哦，锤子。啊，不是，这难道意味着我逃个锤子吗？啊，好，就用个锤子了。哈哈，来一榔头。妈呀，撬不开了，我天！开门啊！哦，大哥，把我砸成植物人了啊！你这个可能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个真植物人啊！我天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不要着急，锤子不合适，我们还有别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小刀哥哥，没有错，来，忍者火柴人，一个匕首，对，不是，大哥，我还以为你去暗杀呢，我感觉这次能出去了，好靠谱啊！就当个起子呀，哈！哇哦，这不就出来了，我天哪！电话和伞包，哼，当然跳伞了，真的。打电话干？这么容易就跳？太矮了，跳不了。不是落地成盒了啊？呼，还盖着了是不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。这次我们点电话，哼哼，来吧。首先把这个螺丝钉给下了，然后就跑到了上面。哇，天台！嗯，你要打电话给谁呢，哥哥？我哪知道，文子子，我都不知道电话在哪儿。呼，哦，还真有电话。没事啊。不是，我打电话给谁呢？修理工来了。哦，直升机！我居然逃走了！哈哈 ，You are free， 耶！这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哈哈。哎呦，老师又走了，哇！嘿嘿。那我看还有什么办法啊，哥哥？赶紧！炸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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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我去炸学校！啊，校长不知道。对。大哥，炸门锁呀，就这玩意。我的妈！我被炸飞了，我天！哎呦。我人出来还不够，桌子还顺一个出来是吧？啊，就是啊。炸弹看来是不管用了哈。那你选一个吧，哥哥。我来看看。哦，你看这儿啊，一个小按钮子，一个遥控器，不知道摁下会发生什么。把球，看看运气。我被传送走了。我直接出来的。不是，哥哥。大哥，有没有点有用的工具啊？啊，传送了还不厉害，真是，你还想怎么样来着？嗯，让我看看哈。好。这什么玩意？钥匙吗？钥匙吗？不至于吧，我有钥匙还求逃不出去吗？看看看看，嘎吱嘎吱，我出来了，你看，这不就是之前那个动作吗？哦，老师在门口等着你呢。我那个时候要按一下的。哦，这个，上面写个 tap， 你没看见吗？啊，快快快，来，首先戳一戳，啊，我出来了，按一下，哎嘿，把他弄死了！妈呀，我打老师，我的天哪！哇！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用尺子把他锤晕了。哈哈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做了我想做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就觉得我打不过老师，真的。不是你那么凶的吗？我是暴力小萝莉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。还有两个工具是不？嗯。呜呼呼，来吧。哥，绳子，绳子。不对呀，是三个。哇，好多。那就绳子吧，来个锁匠。嘿嘿。哦，我明白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了，勾暖气片上了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你们学校保安看着呢。他把我给谋杀了。也对哦，这保安好恐怖啊！不愧是国外的保安，为了防止学生逃学，直接击毙。我们再来一次哈。我看看，哎，这次我们用这个小按钮怎么样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，哥？我还以为防不知道啊。哇！我还疯来了！收到了月球啊！你到了外星人的餐桌上，他是要把我给吃了吗？啊！一看就是，你看他还有激光灯。对呀，我天！好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工具了哈。好的。电锯，嘿嘿，来吧！你要想输，打我者死！耶！快！你忘记了，哥哥。那对哈。没事，再来一次嘛，真的，那揣个干，啊，逃学可以重来，唯唯斗，没有，哥哥，你来吧，你去死了。
车。特警来了，特警！我叫陶大学，至于武警出动吗？我承认的世界要特警哥哥。我天哪！机械战警！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，珍爱生命，远离逃学。哎呀，那北京人闹谁吧？我们下次见，拜。